我跪下，宝贝，我跪下。是再次表达我的感谢，不要真的跪了，你看这个表情，大学长。今天是你被写在我歌里，各位观众 ，Ella。大家好，我是 Ella， 我今天来这边是拍第三次咯。想想真的不可思议耶，这首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，12年前，十二年前，看十二年前还有机会再来拍，太珍贵了。我今天想说你会不会跟十二年前一样绑两撮哎，或是因为我想说好像会太长。我问我的发型师、化妆师说，他们有说要画怎么样吗？他说他们什么都没说哎。然后我就说，因为我们尊重你，你想怎样怎样，你愿意来，我们已经觉得我跪下，宝贝，我跪下。你不要这样，他会拍到我的脚。就是苏打绿的恩人啊。还不是因为你在录音的时候在那边开玩笑说，哎呀，该不会 MV 要复刻吧？还真的这句话就被写进经纪人的脑里。谢谢你们邀请我，这真是我荣幸。真是真的，真是很重要。那你之后所有可以啊，你拍 MV 也要复刻。没有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对，真的所以，他刚刚又乱讲哦，他刚刚在我耳边说，该不会十年后要再拍一次？千万不要乱讲。他这就变成您被写在我的歌里。您，想想看，如果52岁，我52岁再来拍这个，其实好像也蛮珍贵的，对不对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们来对宇宙许下这个愿望。真的，十年后哦，不受控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我经过岁月的历练，我唱歌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我就照我的方式唱。他没有，我被要求要回到12年前，像少女一般的这样唱歌，仿佛还就是装可爱的感觉。好，天哪，我今天一直要装可爱，少女感，比较变态渣服吧，你自己都回不去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复刻的精神，所以要照着十二年前的音轨，一个一个这样音去听。这两个你怎么当我们团的公关呢？公关不是就是要特别好看的那种班长。你看两个是最好看的，我觉得你要对其他四个稍微有点负责。你们四个要加油啊！说话浓一点，赵林师加油！对啊，他们怎么会拍他们俩当公关嘞？又来一次，我只能还是再次表达我的感谢。不要真的跪了，你们这换个大理由。好，假装清风在旁边哦，看他一下哦。让我们对陈嘉华一鞠躬，答谢，答谢，二鞠躬，没有二鞠躬，大学长，大学长，千万，这个是什么大名？